看能量不要紧。当下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？哎、欸，这个应该这么说了，习以为常。心情上应该还好，因为这是个赛车嘛，它本来就会出现在赛道上，有随时去撞毁的可能。阿达啦，就搭呢，阿达，不要紧，我骑你上。当下的心情大概是怎么样？这个应该这么说了，习以为常。其实我们是一个车队哦，出来就是比赛。其实这次这个车子被货柜压到啊，那也不是人为的因素啊，它是因为那个油压机那个故障嘛，破管，我们有在现场看到。那当然后续有保险公司在处理。那其实以比赛来说啦，哈，我们这种赛车的车队出来比赛，其实这不是很严重的什么问题。问他出来比赛哈，出来比赛撞车比这个严重多了。我每次连夜在抢修啊。那其实他这个货柜去压到还好啦，这个等一下就可以，明天已经可以参赛，没有问题。对，那心情上应该还好，因为这是个赛车嘛，它本来就会出现在赛道上有随时去撞毁的可能，所以不会像说哦，马上马路上自己开的车就很舍不得啊，一台好好的车嘛，每天要上班要买菜啊，这个还好啦，比赛车嘛，它本来就会经常发生这种事情，只是比较特别是不是在赛道上，是在货柜场给货柜压到，真的是比较特别。我每次第一次这样经历到了。